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，谢谢。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，肯定不是。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？我看看。不单不是给你的，其实都是给我的。先做一个介绍啊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岳云鹏，这是我今天的搭档，叫沈腾。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。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忐忑，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。对，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。对，开心吗？开心开心开心，特别的好。这个沈腾啊，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，了不起的一个演员。哎，不敢不敢。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，这话没错，对吧？对。想问问您什么学历？不高，大学本科。大学本科？对。好小伙子啊，你什么学历啊？我什么学历？嗯，大学。哪所大学啊？北大。哪儿？你给我出去好不好？